逻辑思考回路检查无异常，情感模拟模块运行正常。新的发令者，您好。高功率作战回路激活，战术性回路运行正常。锁定，解析，破坏。不是特意准备的，只是觉得你可能会需要。战术性回路得到提升，感谢您的馈赠。有段时间没见了，活到一点都没感到高兴就是。区区渣子，把你们砸回去！看哪呢，给我全部粉碎！战斗技术更加熟稔了，再多多锻炼我吧，我不会回报你。检查完毕，状态良好，机体升级完成。升级方案是我设计的，有这种提升再正常不过了。你好，指挥官。再次向你自我介绍，我叫诺安，这是我真正的名字，请多指教。战斗是为了让明天远离痛苦，请算他们的罪恶吧。这是最佳搭配，为黑夜带来伤口。自会在严寒中绽放。谢谢你，指挥官，我很喜欢这个礼物啊。非常感谢你对所有人都这么好。
久违，指挥官阁下。无需惊讶，只是进行了一次机体更新。那么，清理部队队长比安卡将继续为您效劳。追溯、理解、回归，肃清开始，忏悔，太迟了，审判，哈，抵抗，徒劳之举，制裁。此刻，见证终焉之光，以此宣告噩梦的崩解。我不需要荣誉或表彰，但接受您的肯定，我很高兴。是你啊，看来暂时一段时间都不用担心会无聊了。程序更新完毕，实验数据已记录，进阶实验完成。指挥官，早上好。我一直在等待着你醒来的那一刻。遵循主人的命令前来，调度期间，邦比纳塔会服从指挥官的一切指令。请指示。像人偶一样起舞吧，扫除一切障碍，不可以越过这里。人偶必须听话，你们的存在违逆了主人。重新学习掌握力量的过程，久违了。是您的喜好吗？邦比纳塔记住，
仅仅增加了战斗数据，并不能算是实质性的成长。这副机体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极限。放心交给我，我会保护你们的安全。推演完毕，指挥官，我们会赢下这场战斗。别想逃出我的视野，在时间的尽头湮灭吧。无路可退，你们的时间由我掌控。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，指挥官。突击鹰小队库洛姆报道，在此段时间内将由我协助指挥官执行任务，很高兴见到您，指挥官。非常出色的战术，指挥官。由你授予的军衔意义完全不同。好，我不会辜负你的期待。积累的经验会化为实力，我会铭记于心。指挥官的选择肯定没错，我会好好利用他的。为了庆祝和指挥官久别重逢，艾拉准备了一份惊喜。具体是指什么？你说呢？随意挥洒，自由创作。艾拉流的精髓，体会到了吗？灵感爆发。想象力再次共鸣，画布准备好了，用这份色彩重启未来。被你如此馈赠时，我得到的好像远不止一个物件，还有奇特的身体。我会留在你身边，我能从你的眼睛中感知到，那也是你想要的，不是吗？谢谢指挥官，
指挥官想让艾拉用什么来婚礼呢？指挥官，你今天就由我来安排吧，如何？我主动到你面前，你倒开始后退了。这些力量会发挥该有的作用。趁手的武器，不错的眼力。这场战斗最好能提起我的兴趣。用上你的全部实力，我不会留手。生死只在一瞬，这就是你的反抗。崩落的束缚化为利刃，宿命的囚笼由我斩断。您在这里的时候，我时常会想，要是时间能停留在这一刻就好了。有段时间没见了吧，活到一点都没感到高兴，就是一些细微的技术调整，没什么好惊讶的。虚假的头衔，我不会再被他们束缚了。别拖我后腿，也别被我误伤。指挥官，我是丽芙，一定会帮上忙的。